山中祥，你能告诉我，龙大侠做的第一件案子是什么吗？大概是去年秋天吧，我想带我母亲离开这儿。你知道我母亲有病，行动不方便，不把她安排好，我也没办法离开。 你所指的离开，是要去干什么？我只有把母亲安顿好，我才能去山上参加抗日义勇队。你接着说。我母亲的娘家在笔架山，去年我一个人去我母亲娘家找亲戚的时候。 亲眼目睹了你们日本人把笔架山2000多人全部杀光的现场，有老人，有男人，女人，有满头白发的老人，你们连。 在怀里面吃奶的孩子都没放过。说你自己的事情。从那天起，我就发誓要为那些无辜的中国人报仇。后来我打听到是一个叫顾家宝的保长，带着你们日本人，说是要领着大家去长院照相。完了以后就挨家挨户的把大家都骗到长院里。 那个顾家宝，他是我母亲娘家老刘家武大爷的亲戚。从小我们在一块儿跑过地，我认识他。后来我在中央大街又遇见他了，他跟我说他对你们日本人有功，所以呢，你们就把他带到城里来，给他换了名字，还在城里给他安排了差事。 我们中国早就有一句古训，叫“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”。所以，你就杀了顾家宝？杀这个败类，那是替天行道、天经地义的事儿。我就是想告诉所有的坏人。 老天总会有报应的，所以我在效仿武松，在杀人的现场留下“杀人者”龙大侠的字条。龙不是我一个人，是千千万万中国人的象征。 是怎么杀的顾家宝吗？很简单，我拿块鹅卵石就把这畜生给砸死了。你砸它是哪个部位？脑袋呀。具体是什么位置？左面、右面、前面、后面，还是上部？这儿，右后方。 Thank you.
做的是什么案件？哼，那会儿你还在外地，没到南铁来呢。前世九成的人都应该能说出来，龙大侠第二次杀的人是郊区税务所吃人的鬼和狗。好吧，现在我们对你做笔迹鉴定，请你把杀人者龙大侠这几个字再写一遍。南京的英租界接受了美国记者采访，把你的事情都说了。现在日本军部怪罪下来，我也无可辩驳。还有一个消息，由于龙大侠案件传播的范围太广，影响巨大，所以日本军部下令要掩藏对你的处置，今后龙大侠这个称呼不许再提，所以对你所有的指控将会以杀人魔王这个罪名来起诉和宣判，把你变成一个罪大恶极的刑事犯，这也是我替你觉得遗憾的地方。从今往后，
龙大侠这个称呼不会在新国家的档案和报纸上出现。你替中国人伸张正义的行为不会被外人知道，你将和土匪、抢劫犯一块出去。你笑什么？难道你这么做不想流芳百世？谁能够流芳百世啊？你真以为你们所谓的新国家能够流芳百世？恕我直言啊，到头来你们还得回到你们的海岛去。中国人还会年年过春节吃饺子，会有人记得。老百姓心里面想什么，你们想管都管不了。真的好，我们是各说各的。看在我们曾经是工友，你救过我的命，在调职之前我只能为你做最后一件事情。你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？知道，因为你知道，就算我死了，我也会在你的脑子里缠着你一辈子。和你这样的对手较量是另外一种荣幸。